有我耳朵朋友们大家好，我现在正在这边的当地的社区的这个 college 的体育场篮球场刚扎完辉瑞的第二针，我第一针就是辉瑞扎的，然后扎辉瑞第二针的时候刚扎完，现在正在排队等候，就是在规定的期限内可以结束，如果没事的话就可以走人。扎了第二针的感觉就是明显比第一针要疼，而且第二针就的因为扎的是我的左肩嘛，所以说左肩明显就有一种抵触的感觉，对这个针头，对这个针，我想可能这边都是非常专业的医生，他们扎一个针对于他们来讲应该是没什么的，应该是不是太大的问题，而且他扎针也不是说特别的急，也不是说特别的快，我觉得等到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他才刚刚把针头就是说给拔出来，说明他扎的就是很有耐心。但即便这样，我感觉我的这个整个肌肉组织，整个那个身体，对第二针他打进去的那一刹那，刚打进去那一刻的反应，还是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抵触情绪。这是我辉瑞的反应啊、现在我还正在等待这个15分钟，还没有到，应该还有几分钟的时间。这是我目前的反应，然后在加拿大多伦多，希望做一个记录，也希望其他第二针第一针都打辉瑞的小伙伴能够在下面踊跃的留言，然后说出自己的想法，谢谢。